今天就随便吃点吧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味道不错哦，这样吃肉又要胖了。就知道他会怕胖，吃肉都会很有负罪感，特意给他做了一顿纯素的肉菜，没有胆固醇，还高蛋白哦。教你们一个拌鞋底都好吃的酱汁，配料快截图保存吧。雀巢加纸窑有个素麻辣香锅，我发挥了一下，做成了麻辣拌。你能想象这些都是满满的植物蛋白吗？吃起来还还原了筋道的肉感哦。有了这么好吃的植物肉，终于不用天天吃草啦。